家继续用心经营，继续为地方付出的一个肯定。那当然未来有后不仅是在不管是在医疗或是教育或者是交通的部分，一定也是会全力的为大家来争取来努力。那在这里包括未来我们南投的徐县长的迈向产业新都，还包括竹山未来竹鹿地区的太极美地，包括吉吉水里新义的观光动线，包括我们许多农业乡镇，包括民间或是鹿谷竹山的茶叶外销，我也会全力以赴，还配合着我们的县长，还有包括我们乌溪县的马文君委员，还有后也会在立院发挥最大的战力。同时任何在中央只要去伤害到南投乡亲的政策，我也会全力的监督，站在我们县民的立场，在中央绝对全力的捍卫。在这里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还谢谢南投的乡亲给友好机会，给一个平凡的小孩能够为南投继续努力，为南投做更多事情的一个机会。相信今天友好的能够当选，也代表南投我们每一个乡亲只要肯努力，在他的领域上都能够有所成就，都能够为地方上做更多的一个正能量的事情。那同时也再次谢谢我们的徐淑华徐县长，他是我这次选举的主任委员，他也带领着我们七个乡镇，还包括我们的农会、体育会、商会、工会，大家一起不仅在政策上，还有我们大家一起研讨如何能够在未来中央对南投最有帮助，在地方的经营上，我们也感谢我们的徐淑华徐县长的带领。那同时在这里，我也要感谢何胜峰何议长，还有我们竹山还的议长，他其实一直以来，他也对于我们的议会的领导，他让我们南投以和建县，还能够全力向前冲。和我们的议长，还功不可没，还有包括我们的潘一泉副议长，跟我们许多的议员的同事前辈。那同时，林前县长过去对于我们地方上面，其实做了非常多的努力。相信未来我们也是会用勤奋的精神，继续为南投打拼。那同时，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家人，拜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